来到了这一家，用餐时段更是一位难求，想必很厉害哦。这家，你看这么多的餐点在我们面前，马上来介绍我们的老板林老板，你好啊，林老板，你好。我们呈现的食材就是让你都看得到哦，对，透明化，都透明化。我们这些都是每天就是用一些中药材，每天我们都会现场中药材，对对对对。那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就是。的鸭血，鸭血虽然是吃到饱，因为我们的鸭血绝对比那个单点的毫不逊色。你看这鸭血这么大罐，嗯，哇，哎，林老板，你们那个鸭血是很滑哎，滑顺的，入口即化，而且滑到大概到尾段的时候，那个中药香味这样扑鼻上，那。你老板有没有要涮哪一种肉啊？要涮那个麻辣火锅？我们最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顶级梅花牛肉。顶级梅花牛肉，这个是冷藏肉，而且是使用自然面。哎，你老板，我发现你们在那边柜台那边的，好像就是现点都还有现切的。对对对对，让客人都看得到。啊啊啊！让你吃得很安心哦。对对对对。其实它不一定要全熟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因为你们的麻辣不会那么死啊，然后刚好就是我们在涮那个肉的时候啊，觉得那种汤底煮的会死，那种麻辣汤底味道会没，对对，而且那个牛肉下去刚好也不需要沾酱，对对，刚刚好，好棒，这锅谢谢林老板，那这锅是蒜香养生锅哦，蒜香养生锅，每天早上就是用大火去跟一些蔬菜，嗯，有很多蔬菜，下去熬煮。哦，对对对，是，就是现在有一些不吃麻辣锅的人，他们来尝。哦，我发现它那个汤啊，其实你看你加一些蒜，它没有说蒜味很重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然后呢，那个白菜的甜味完全在汤头里面，最主要是它还有点辣，很棒。对对对，哎，那我们这一锅要算就是，我们也可以试试这个我们这个牛小排，牛小排，对，牛小排的肉也是刚刚现剪现切的，对，现剪现切的，一样。刚刚林老板提醒过，不能太久，对不对？不能太久，好的牛肉，自然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差不多吧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，对。嗯。牛小排那个扎实度哦，都约出来。你们这个汤头啊，有帮这个肉有加，因为它其实不会去盖过它整个肉的味道，对，可以吃出牛肉片的原味，还有牛肉片的一些鲜甜。就是我一走进来，我发现很多的食材很丰富，你看又有海鲜，然后又有水果，又有甜点十几种可以选择。对，你老板，尾牙快到了，我发现啊，各位朋友可以来这边庆祝，然后也可以带朋友来这边用餐，真的。我们这边。食材多，作息也很多，所以希望各位朋友，机会来品尝看看。当然了，而且林老板，你们食材用的又安心又透明化，是，各位朋友，赶快来这边尝尝看，享受一下林老板的用心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谢谢我们的林老板，谢谢。